把两人抓了，没看到，上面抓了，还有一个，啊，还围墙，这边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太定了啊！我操，兄弟，人怎么有点？ 还有一个，我操，没意思啊！还有一个，说是，他以为看不到、哦，这在同时开过去，怕了吗？哎，不舍得扫，我拿着P90。不会吧 ？OK。 还好，我脸上一个，好，帮我倒一个。哎呀，没子弹了，我倒了，反正倒了。换枪，直接换枪，兄弟，兄弟，垃圾枪。再看看这个，这二楼有个，你们抓，先抓一下呗。打到了吗？打到吗？我这个。没打，没打。有个油别踩了，我先打。外面围墙一个，有个油打了，别进来。围墙，围墙。 当然，他给你加血了。这一滴血。哦，哎呀！好像倒了一个，赶紧贴，四个人站在一起。行。完了。兄弟，我看你就是三分之一血，我三头三甲满状态，给你让个二号位。我他妈来了！ 牛逼兄弟，牛逼兄弟，中吧？哎，不是吧？完了，兄弟，全完了。哇、哦，他太会玩了，兄弟，他还会拉出来，兄弟。